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来跟各位聊篮球了。这次再度找来了庄中勋。由于球季马上就要开打，而且呢，联盟非常用心的呢，把湖人队的第一场比赛献给同城的快艇队。那大家都知道，今年快艇呢这个话题啊非常的抢眼啊，甚至在这个整个 NBA 多达 46% 的总经理，他们认为洛杉矶快艇会赢得 NBA 总冠军。第二呢是 Milwaukee Bucks， 他得到了 36% 的票数。那我们这个始终支持的洛杉矶湖人队是拿到了第三名，可是只有 11%。 庄中勋，那你要不要看一下你觉得目前为止热身赛的状况，你觉得湖人队准备好了没有？那你觉得真的可以跟快艇队互相抗衡吗？整体来看，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准备了差不多了，因为从他们的热身赛在后面几场，就是以大概是他们的二三线球员下去打，代表他们主力已经调整的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他们被正式的球季。对，那你觉得在热身赛这次有哪几个球员是看起来可以在新球季可以好好运用呢？就我一开始讲的那个 Amy Bradley， 然后他一开始，我防守端还有进攻端，进攻端就是后面几场好像慢慢好像回温了，就是好像找到感觉了，那之前应该是因为受伤吧，有长时间没有比赛，就感觉好像找回那个感觉，是，对。那你现在目前来观察在中锋这边这一块，McGee 比较适合还是 Dwight Howard 比较适合先发？我觉得 McGee 比较适合，就是他的身材啊，跟一些就是积极度来看，会比 Dwight Howard 好一点点。那你来看 Dwight Howard 的功力大概还剩下几成啊？目前看起来还是有七成啊。哦，还有七成哦，就是少了我讲的单打的空力啊，单打的。可是就我讲，现在篮球的形式来讲，都以小球居多了。对。那我也问你一下，前几天这个湖人队一直在重播，他们有一个菜鸟，今年新球季加盟的菜鸟叫 Zach Novell Jr.， 他很厉害，他晃倒那个，而且是两次哦，晃倒那个 Warriors 的那个新人。全场大家为之疯狂。那以你来看，这一次湖人是不是有可能又捡到宝了呢？整体看起来，我感觉是因为他篮球，以我当教，现在在当教练来看，看小朋友就是你要敢打，敢秀，你才有机会。对啊，你都不敢打，你就算再厉害，你都不敢打。那我哪怎么会想去就是发掘，就让你更多机会？了解，这点来看到那个特质，就是该他出手他就会出手，该他秀他就是会秀。也就是说心理上已经有做好了相当的准备，是吗？没有错，这样他就会更多的机会。好，那我们现在不免又要提到这个同城的对手 Clippers。这个说实话，以前呢，我们根本是 Clippers 是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啊。虽然说他曾经组过联盟很强的Chris Paul 跟那个 Blake Griffin 那个双星组合，现在这个双星已经换成了 Kawhi Leonard 跟那个 Paul George。那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两个人的组合是不是会有真的产生什么化学作用？因为他们的位置两个好像还是重叠的，是吗？是，没有错。可是他们两个会比较不一样，不会像 Westbrook 跟 Paul George 之前他们两个组合，因为这两个都是需要球权，可是 Kawhi Leonard 他可以就制造机会，我们叫做 playmaker， 他可以去制造机会给他，不需要太多球权给他。对，那等于说大部分是给 Paul George 吗？但我应该会由 Kawhi Leonard 下去做破坏，然后再分散给出来。对，可是他不会说自己只于在单打独斗。我们过去都知道这个 Paul George 虽然没有拿过什么 MVP 啦，但是 All Star 是绝对是实至名归。
因为他特色也是一样，他不怎么霸占球权，而且能攻又能守。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他上一季在雷霆还有每场平均28分、8.2个篮板、4.1个助攻，这成绩其实相当不错啊。而且更令人讶异是说他防守啊也是相当的出色。据我了解，他好像平均每一场超节有2.3个，这个在全联盟排名第一。以你来看，这个超节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防守能力的指数呢？没有错，因为我来讲为什么？现在他们的夺冠几率高，对，因为凯文的防守出名，他从那个马刺队的时候，就是以防为那个，然后 Paul George 去年是应该算是超节王，如果我没记错，对他超节王，所以这两个人的组合会让这个快艇的防守会变得非常的好。哦，所以主要是防守这方面是吗？当然就是现在去年凯文的整个主宰这个联盟，所以就为什么呢？他们的那个投票率的票数会特别高。那但是两个人也终究难以发挥作用，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 X 因子可以造就 Clippers 居然会被看好最高的几率夺冠呢？当然就是他们去年的阵容，他们还达到这么好的成绩，对 playoff， 加这两个 all star， 还有那个 Lou Williams 嘛，好像他也是很厉害，再加六了，你刚刚讲到这个防守，那个 Kawhi 的那个防守真的是这样子，因为那个 Kevin Durant 他就曾经大力的夸赞说，这个 Kawhi Leonard 是真是他看过最厉害一个球员，尤其在防守方面，他说他自认为自己可以在场上可以做任何事。但是只要遇到了这个 Kawhi Leonard， 他就变成说会变得比较谨慎。事实上也是这样嘛，你看了那么多球赛。是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以防守为那个，对，所以不会特别注意他，你会觉得他可以从一号位守到五号位，说真的，然后协防的意识特别的好。因为印象中，我觉得会防守很多都是个头比较大的嘛，或者像你讲那个你以前篮板很会强这些，但是好像他篮板也不是很出色。你主要是说他在场上的判读是不是？对，他解读的那个特别的好，因为他知道进攻者的下一步他要做什么。这感觉，感觉上好像整个球联盟的球风又从以前的 small ball， 现在又变成一种以防守至上为主，好像有这样一个趋势转变，是吗？好像有点回到之前活塞队那个时期。就是湖人那时候有 Kobe， 对，哦，马龙那个时期，大家那时候觉得他们会夺冠，对，结果被干掉了，防守的那个给比下去了。所以当初那时期大家以为防守就是防守才会赢得球赛，就是因为从他们开始。对，那我们也不免要提到啦，那个双星组合的部分哦，LeBron James 跟那个 Anthony Davis， 我们已经觉得很厉害了，可是真的很讶异，说居然大部分的经理人是认为说这个 Paul George 跟这个Leonard 他们两个组合是更强的。我不知道以你来看呢，你也赞同这种说法吗？我比较不赞同，因为两个人，Paul George 跟 Kawhi Leonard 都是属于打外围居多。对，可是 LeBron 跟 Anthony Davis， 他一个是里，一个是外，所以会造就整个球队的球风会比较多变化。不会说防守就直接守外面就好。可是湖人现在就是，你不知道要说还是要，要看，所以这样会比较让对手比较难去捉那个拿捏啊。那个你知道一个传奇的教练叫Kevin McHale 吗？他以前也是 Rocky 的教练，在最早他是 Celtics 出来的球员，他有预测到他很看好湖人队，因为他说法是说湖人队的防守目前看起来相当出色，尤其这一季啊，还多了这个外线投射，基本上有点里外都难以说去包夹他们，所以他很大胆的预测说，湖人应该会在新球季有机会拿到57胜，这听起来是蛮厉害的数字。
我不知道你在这方面有什么要补充吗？你觉得？我觉得就是五十几胜是他们一定是要有的基本标。对啊，阵容你没有五十几胜，那就真的失败了。要重，对，要打掉，要重新那个。对啊，以这种阵容，没有一定要五十几胜，这是一定的。嗯哼，啊，所以你也是觉得他们的防守确实是，而且这个有拉布朗跟 Davis 在，这个应该外线会出不少空档哦。对啊，没有错，两个都是可以吸引更多的防守来做协防。嗯哼，在前一阵子，这个 Clippers 他们有一个媒体日，里面也有访问到 Paul George， 他甚至有大胆说，现在今日的三巨头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真正时代该起来是所谓的双巨头，原因很简单，因为主要是三巨头三个人呢，往往占据整个球队80%以上的薪资空间，而且呢，就造成说这个球队的补强会变得很绑手绑脚。再一点就是一颗球三个人要怎么分，这个牺牲球权、出场时间跟角色定位都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在他认为呢，双星这是应该是最好的办法。那以你来看，双星是不是也会变成一个趋势的？双星来说，其实以前其实就有了。你看Kobe 跟欧尼尔对，对啊，所以以前其实都有，但三巨头没有说不好先，因为来看你要以球权，持球权，嗯哼，像以前从三巨头就是从 Celtics， 应该从 Celtics 开始，对 ，Kevin Garnett 对啊，欧尼尔那些，因为可是他们三个，你看有一个是打内线，对，一个是外围 ，Ray Allen 是。需要吃太多球，对，他就是跑动，不同跑动，呵呵，所以这三巨头这个组合就是会发挥的非常好。所以说并不代表说只要三个厉害的凑在一起就一定比较强，主要还是要看场上的位置，对不对？对啊，看位置跟他本身的球风的特色。放眼这整个联盟，确实有很多双星组合啊，包括哈登跟那 Westbrook 也组队了，也抱队起来了。那还有包括那个 Kyrie Irving 那边，他也是找 Kevin Durant， 虽然 Kevin Durant 还在受伤，那以你来看，你觉得联盟最强的双人组合还是湖人的这个吗？还是有其他的选择？还是以湖人来看，对啊，就是有内有外。主要是 LeBron 太强了。对啊，保持健康的话，还是我觉得联盟最强的。呀，那所以说开幕战。湖人对上快艇，你应该是绝对是相信湖人应该是会赢的吧？对，没有错。是啊，好像听说 Paul George 还在受伤，所以那看起来又是 Kawhi 这一个人在力撑呢。对，我有看他们快艇的热身赛， yeah. 就是一开始他还蛮愿意分球，可是最后就是制造机会出来，他们没办法投，只好自己来。对啊，是自己。这就让我想到以前 Kobe 那个没有外援的时代，真的就是只能自己干，就一个人就干到81分了。对啊，这是太变态了。OK，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马上这个新的球季要开始了，希望我们可以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湖人队篮球。谢谢你哦，庄东勋 ，Thank you。好，拜拜。拜。